二公三公是合作舞台嘛，然后只有一公是个人的舞台，其实还蛮想再有一次机会可以自己再展示一舞台的，所以就很感谢，很感恩这次机会。确实是这次舞台上面也有一些突破的东西嘛，真的超越我的舒适区。收到。我们先走一遍位。好好好。对，我想跟周导商量一下，因为这首歌还挺费嗓子的，我是怕这么晚了，我怕喊劈。 少说话，多喝热水，<笑>真心的，因为也去找声乐老师了嘛。然后老师就跟我说：“你话太多了，你这表演之前怎么能说那么多话？”你要注意多喝些水，然后平时的时候可能要少说一点话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一定尽量的保持这个好的嗓子的一个状态。 多喝水，少说话，多喝水，少说话。网上看到一句话说，一个好的歌手，其实他的这个业务能力是一方面，但是状态好真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就在舞台上面。其实就是你状态，你再唱得好，但是你比如说嗓子状态不好，或者是你今天很累，其实也未必能表演好。所以我希望一直保持嗓子状态也好，然后晚上也可以就是演示我一直的享受的那个风格。对，我觉得。所以总结一下，还是少喝水，不不不不，少说话，多喝水。 小姐姐给我听一下《Demo》呗，谢谢。今天要唱的歌，因为这首歌也是真的去下了功夫去学习唱啊什么的。它的音域真的是高出了我平时很稳的那个音域。 舞蹈也是比起我相对之前的舞台要繁琐。救命！救命！反正这次舞台就是很满，我觉得很充实。哦，真的没有，<笑>非常开心。我是宋雨琦。 其实我来这边确实就是想让朋友们可以知道，雨琦其实他不只是一个会做综艺的，他还是一个歌手，他也是一个歌手。他是一个歌手，我觉得我就赢到了。哎呀，我咋这么紧张？啊，哦，嗯，啊，嗯，You。 有请返场区最后一位上场的暴力女孩宋雨琦。老师们好，观众们好，终于盼着你回来了，我眼睛里的斗士。 希望大家可以欣赏我的表演，谢谢。